有一天，我一走进地铁站，就听到两个女孩议论我。一个说：“对面的帅哥走过来，走过来，走过来。”他们以为我不懂，我却在心里偷着乐呢。另一个却说：“嘿，他皮肤倍儿白。”我有点生气，真想告诉他们我姓白，当然白了，但我不想吓着他们，就假装不懂。没想到不久，我在地铁上又碰到他们。我刚好度假回来，皮肤晒得黑黑的，我得意地看着他们，想这次不会说我白了吧。一个女孩说：“哎，那个男孩盯着你看啊，好像对你有意思。”另一个却说：“哼，加拿大什么佬，我才不要呢。”我当时不知道什么佬的意思，我马上回家查字典。哼，气死我了。